如何查看网站的回访率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由优派珠海为大家提供的谷歌统计工具视频教程，我是主讲人 Jack。在这一课中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如何使用谷歌分析工具 Google Analytics 来分析一下用户的回访率。什么叫用户回访率啊？我们首先在这个左边的菜单这里，受众群体下面有个行为。行为这里呢，点击一下新访问者和回访者，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新访问者就是第一次访问你们网站的用户，然后回访者呢是他可能访问了第二、第三、第四次之后，他们的 这一部分比例的用户，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那用户数对比，我们可以选择回访，有没有回访呢？我看一下。我这里搜个回访两个字，回访有吗？没有，估计很难搜，但不纠结。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表格这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新用户数跟老客户，其实就新客户跟老客户了，他们那个比例差别。我们点击这个图形图，这个饼状图，可以看到新用户数呢占比83%。然后 recurring visitor 回访呢就占 16.9%。 这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我们的新用户数远远是大于老用户数的。但是为什么老用户数这么少呢？可能有个原因啊，可能是因为你们的产品，就这个网站的产品它不是很吸引人，大家看过一次之后它就不会再感兴趣了。这时候呢，我们选择一个刺激维度，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想知道哪些国家的人他会经常的回访我们的这个网站，看一下国家地区。那可以看到美国的访客呢新用户数是比较多的，然后老用户数呢也是最多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来自印度的新用户数，来自加拿大的新用户数，英国的新用户数，到这里一直都是新用户数，就很少再有老用户数了。我们把可以显示多点页面，这里呢你可以一直看到只有到了第14名才有可能是老用户数。 Recurring Returning Visitor 就是老用户嘛，回访客户。这说明什么问题？首先我们的主要来源是美国，无论它的新用户数也好，回访客户数也好，都是美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其他国家的人就对我们的网站非常不感冒，因为在从第三到第十三名这十个位置的期间啊，从来没有一个回访客户居然能在我们这里面有排名，只有在第十四名突然多了个印度而已，它只占1.12%，像前面都是30%啊，77.68%诸如此类的。再往下看，到了第20名才有个加拿大的。所以啊，我们这个网站它的回访率是比较堪忧的。这时候我们除了回访率看完之后呢，我们继续分析这个频率和新进度看一眼。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啊，这个地方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板块。绘画术什么意思？你可以看一下与某个访问者相关的绘画发生的顺序。例如第一绘画实例是指所发生之前没有发生过的绘画记录，而第二绘画实例是指有一次发生过的绘画记录，以此类推。那可以看一下这边应该也是相同的。然后什么选定日期范围内的总绘画数，绘画是指用户主动与您的网站和应用进行互动的一段时间嘛？那它与这个使用数据什么都会与某次绘画关联，诸如此类的。网站浏览量有这么多，那其实呢，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首次绘画的次数呢，它占的总绘画量都很多，但是随着这个绘画次数的增加，它慢慢就会变少。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很多人他只停留在第一或者第二个绘画而已，然后到第三以下的话就非常少了。那如果说我们能让客户他访问我们的这个页面次数越多，绘画数越多的话，那它就会有更加高的成交率。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原来前三名一般我们的客户网站访客平均访问的页面应该是三个以内吧，三个左右。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因为到这里就没了。平均我们回到这个首页，我们可以看用户群里概览的地方看一眼。
你可以看一下，哦，4个、4.5个差不多，就5个以内，平均绘画页面数量就4.5个。那么我们继续看一下互动度，互动度的话，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平均的停留1到10秒的人呢，他占的比例是这么多啊，有挺多的。然后网页浏览量对应的网页浏览量有将近那么多，然后10到30秒的人就瞬间就巨减了，然后31到60秒的人也少一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1到3分钟和3到10分钟这个范围突然又多了起来，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有一部分人这11到60秒这部分人他为什么会减少？这个地方呢也是很难去找到其中的原因。只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了解一下，很多人很大比例的人他只在10秒以内他就会离开，那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数据，因为并不是你的网页会对所有人都会让他们停留很久，除非你的内容很丰富。那看一下绘画质量，绘画质量就是直接把你的绘画数和带来的交易和来产生个对比，还有个未带来的交易，这个就是太可怜了。我们直接看带来交易吧。我们看到6到20个绘画的这一支六到二十的绘画质量的人呢、啊，他带来的这个交易就越多，将近是358个左右。他这里是英文的，我也懒得跟大家就是很难解释了。我们往下看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绘画数。直接访问的人他是最多的，通过付费广告带来人呢，就是第二个7.35%，然后剩下这些其他，然后展示广告自然搜索还只占0.5%而已。绘画数就是什么？就是前面讲过了，你可以把它当成用户在你网站上访页的网页次数，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平均一个总和，也就是这一个东西每次绘画浏览的数。页面的总和这样子，然后往下看，你可以看到，直接访问的人带来的收入其实应该是最高的，你可以看到，当然就这个意思。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其实啊，我们这么多板块呢，无非就是讲2点：绘画数和它的带来的收入，还有它这个流量的价值之间的一些相关的关系而已。我们看一下这个转化概率。那我们可以看到转化概率，哎呀，这里跟之前那个也差不多。我们直接看下面吧。直接访问的人呢，他的转化概率，他会0.1%，好可怜哦。那也很正常，因为一个网站平均它的转换率啊都是低于一的，然后付费呢是有零，也是0.1，然后其他方式的话会到达二而已。我们看下这里，转化率什么意思？它又是英文，它大概就是大概的意思是，比如说转换率是0.1的话呢，意思是说每有1000个人访问你的网站，你就会有一次转换，一次有人一次一个人来跟你成交，大概就这个样子。然后绘画术这里也是了，前面已经讲过了，带来交易的绘画，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么通过这个板块啊，它虽然是测试板块，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平均转化率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然后电子商务的转化率呢，因为他们设置了不同的目标，你可以看到促成电子商务交易的绘画所占比是1.04，然后这个平均转化率是什么？它就是英文了，这不纠结了。然后呢，都是低于，你看，哎呦，有个是0.92%，也是很低，这个是比3.23，通过这个 referral 引荐的人过来。那这一个的话，我们之前教程中也讲过了，引荐的人的流量啊，质量往往会比较高，但他们的用户数呢？或者说绘画数呢，只是占满是0.23，或者说0.36而已。所以这一个板块对于新手来讲，它的分析难度有点大。我们如果说你不太懂其他东西的话，你只要知道你的新客户跟老客户的访问占比大概是个什么比例就可以了。然后，但是呢，你说非要做点什么事情来把它调整下来的话，也没有必要，而且也很难做得到。这只是一个给大家告诉你有这么一回事，然后心里有。心里有个数就可以了。那好的，关于这个谷歌统计的后续的一些视频教程，我们会继续更新的。关注优化出海，我们下节课继续聊谷歌统计的使用方式。